正清的这民企社团别了公社，互人别讲讲，那亲像感谢着中资，无公司那亲像是这香港的一间公司。别了公社诶，这班主是发出声明来驳回，强调讲这是莫名其妙。啊，经济报道新闻表示会来查这个公司诶一挂资料，必要时会请因来说明因的股权。甲拄着的问题抛去社团，甲所有的网友做伙讨论看法。有200多万民众的人民册社团爆料公社，是受到不少网友的欢迎。不过最近所有网友讲，爆料公社的资本额有到4200万新台币。因推论讲，有这款的规模，甚至专工去海外注册，那像是中国资方在运作。2018年的时阵，立委陈定辉嘛捌做出提醒。台湾有很多人是透过爆料公社去表达、抒发自己不一样的想法，甚至是把一些社会的状况把它呈现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真的不希望说今天所传出来这个讯息是真的。查清楚，其实对于爆料公社也是好的。根据网友的讲法，爆料公社公司代表人所代表的法人是 BLC Group Holdings。了后，找到一间登记在香港同名的公司，登记的中文名叫做祖和天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，所以才会推论讲，爆料公司背后是中国资方在运作。针对这点，经济部道新会已经在查这间公司登记相关的资料，说他跟那个香港的这家是同一家，其实我们这边查不是啊，我们这边查就两家是不同的，没相关，其实是没有中资疑虑。对。爆料公司版主嘛出面驳回讲，唔知是倒位来谣言。风声放影讲爆料公司是中资，连查证都唔免，用键盘拍字就会当甲人作恶。而且表示爆料公司已经存在真久啊，这个社团一开始就是为着要让大家发表意见存在的，自由讲出家己的想法，资本就是因一贯的作风。今嘛无代无志去用泼垃圾水讲是中资，伊是感觉真好笑。伊讲社团是独立运作，嘛无中资。这些人的心肝内不知道在什么算盘，竟然把无影无只的代志白白报，你个乌，甚至牵连到政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